刚好我们这里是和联家电，现在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全新的免治马桶座。这是我们全新的免治马桶座，第一个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顺热式储水。顺热？对，顺热式储水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不像储热式储水是一个水箱在那里保温，所以第一个它省电，第二个它也不受上水箱的限制，所以它的热水是不断的会有热水的状况，不会像除热式可能它水箱里面的热水没有它就没有热水。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价格带里面，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还有暖风烘干，其实在同样的价格带里面是比较少会有暖风烘干的这个状况。那基本上的暖座四段调整，所以暖风烘干座面烘干出水和座面我们都有做四段的温控调整。对，然后其实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呢，在这个产品呢，我们有做六球的安全防护，所以客人其实在使用上可以相当的放心。然后在除臭的部分，我们用日本除臭炭盒。那个更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呢有微光照明，其实在导引上，那个在上厕所的导引上面其实是更友善的一个设计。接下来这是我们除湿机的全系列哦。其实现在社会案件频传哦，现在除湿机烧机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和联为了在有序经营，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我们有30项安全防护，其实是现在业界领先的，所以这是我们有序发展的决心。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除湿机啊，其实我们现在全系列的除湿机从6公升到16公升，我们全系列都是一级能效，其实现在配合政府货物税补助是有方相当多购买的诱因。对。然后接下来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这一款机型，这款机型其实它在造型上算是非常的好看，那上面有一个触控式的面板，看这那个造型的设计算是我们现在一直在主推的一个产品。那接下来是我们空气清净机的部分，那我们在空气清净机的部分，除了像小型的这种很漂亮很适合小空间的清净之外，我们还有全系列联网清净机。对，那联网清净机的部分，那这款是我们旗舰的机型，这一款的话可以将近清有效过滤，可以有效到30瓶左右。它的特色是第一个，看看它的滤网非常厚，它是复合式滤网，它有活性炭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和甲醛，那 HEPA 滤网可以有效的过滤 PM2.5 甚至到 PM1.0。 其实在这个产品线上我们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呢可以有四重感测，第一个 PM2.5 和异味和温度和湿度的感测，所以其实在检测上面也是相当的完整。那我们清净机这一系列我们全部都有 SGS 那 SGS 测试，有效过滤甲醛和 PM2.5 达99%和99.9%，所以算是从3瓶到30瓶和联都很完整。这个是30瓶？对，这个到30瓶。哇，那这台也可以买。对，是啊，这是很不错的。那有支援 APP 遥控？我们这个有支援 APP 遥控。个人用的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远端控制。那我们更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触发设计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和空气的品质，当空气品质到我们要触发的程度之后，机器就会做自动的触发，所以相对之下是非常的智慧。再搭配我们和联全系列的智慧联网，所以其实它是可以做一系列的串联。这个 app 它 iOS 跟 Android 都有 ，iOS 跟 Android 那个都有。OK， 那它有需要一定要在同一个 WiFi 环境之下？对，当第一次的那个连接的话，机器是要连到家里的环境。那至于之后配对完成之后，手机只要连接网络都可以做好。OK， 好，了解了。那这一台可不可以也帮我介绍一下？这一台的话，第一个就是它非常的好看，就是它姿态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第一个，它就是它是一个悬浮的面板，可以做悬浮的打开。第二个也可以降下去。对，也可以降下去，然后也可以打开，再加上它整体的姿态上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就一样的，这台也是 SGS 认证，有那个有效过滤 PM2.5 和甲醛。那这台频数是大概多少？这个的频数的话，可以到17瓶，也可以有效过滤那个。这台蛮出
但是它有没有白色？啊，白色，白色现在就是只有金色，金色，金色。Okay. 这我们是我们只称它的小金。哦，我个人偏爱白色，白色，因为白电嘛，白电，对。好，那这上面这三台是，比如说比较像是个人工作室用的。对，像这一款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像我们同事都会放在办公室放在办公桌上面，那、嗯、是小空间的使用。可是像这台220H1的话，它就将近可以在一个四五平的小房间内做有效率的那个净化管理。学生啊，小套房，对啊，学生都很适合。嗯，然后你们的全机种都有这个 HIPA 加活性炭，对 HIPA 加活性炭 OK 好，所以其实就是 PM2.5 和异味甲醛都可以有效。然后这边是除湿机系列，对，除湿机系列 OK 新的布局都相当好。